一传媒出售一周刊的业务再生之节，出售的最终完成日期由原先的今年12月底延迟到明年的2月底。一传媒在星期五的啱啱公布，经各方磋商之后，出售一周刊的事宜安全港完成日期将会在2018年的1月2号达成，而最终完成日期将会在2月28号达成。一传媒早前曾经公布出售事项的最终完成日期在2017年的12月31号之前。通告又提到交易的总代价是3亿2000万港元，其中1亿6000万会用作支付位于香港的业务，而剩低的1亿6000万将会用作支付位于台湾的业务。另外又说因应最新的发展，出售事项可能会或者可能不会进行，股东和潜在投资者在买卖股份的时候务请审慎行事。 ONTV 东网电视财经新闻。